国一项的宝物，主要希望请回三本经典。哦，五十项的宝物，只为了换回三本册。是为了一代树阴缘出生人间，为师一生以性命为心在，才有机会绽放出更高的光明。在座各位，有谁可以当下发愿，做到下心为愿，冠名万物，献寿多久，即位师愿意供养一切所令性道，有无？